所以因就是讲，我哪有法度所谓的太阳隆重转修，把隆重堂变翻二十四条经条，上帝的降临帮助我犹太国，啊，就是恁这的啊教会基督徒，恁拢无咧修法，害我修到要害去，啊，就无法度全体犹太人二十四条经遵守，把啊拢恁害，所以因为着要去啊对付这异端，要去对付这无修法的教会。因就讲亚罗会使做，所以保罗就是有带人入去大马士，啊入去彼个教会，啊伫迄个路就去拄着耶稣。啊，所以保罗讲，乃用一心来讲，乃用正面意思来讲，我是彼个教会。啊，最后伊咧讲遵守律法，遵守律法乃当遮称做义嘛。保罗讲，我遵守，我无通通听，无通通听。你看伊对家己的努力。我哩真有自信，人问你讲，即犹太人讲，我都全守，保罗会甲你讲，有影啦，人我真正是全守，六百十三条，小寡代志，即对伊来讲，简单，六百十三条要守，对伊来讲无啥物款个困难，咱真是讲正啦，对伊来讲足简单嘞，迄比真心真诚真诚听出你想着，较简单济个啦，就干呐去守一个讲吼，就拜五几点到拜六几点，就当拢卖做啊，就我坐到厝里点拜上帝安尼吼，是比真心真诚。听做上就搁较简单。保罗讲对这個对待当中无问题，伊甚至讲无通通听，无通通。你看伊对家己我有自信。保罗讲论家世，论个人的努力，伊过去所咧追求者，伊认为无问题。也毋过伊后来又讲，讲那论到遮个，甲伊后来咧追求的第二目标。就是人物移动，那甲这个比起来时阵，头前迄个目标变成粪扫，迄个目标就变成粪扫。啊，粪扫是比较出来，就是讲因两个目标，伊用真济心神咧追求第一个目标，啊后来伊拄到耶稣基督了，伊开始追求第二个目标，追求一段时间了，因两个人起来比，伊就讲啊，第一个吼，实在是无价值，那粪扫。粪扫其实本来不是无价值的物件，粪扫是本来无价值，是后来变作无价值。咱来想看卖，咱到大家讲物件，有几项是唔免用钱买来。咱当今咱到粪扫厂变看卖，来等伊来买物件，拢嘛是用钱买来。啊，再甲大家讲，吼，咱去买菜，用五块买菜，啊，经的，食一个食，啊，未食一个等下讲，遐嘛是拢爱清淡的。咱个亲人是讲讲起来无亲，起来也是无爱亲，所以遐个人拢是用钱买。衫若要等下讲，你讲较真正看侪买，起码都看到袂清，一了就破去也变怎等下讲。所以遐个粪扫毋是无价值，是较早无价值。今仔我有新个衫，今仔我穿伊已经无价值。所以粪扫是安尼，两个目标比较了后，保罗就是讲，即第二个目标。啊，这第二个目标是啥物？第九十五路甲你讲，我无不再有迄个因为遵守律法有的义，我现在的义是因为信耶稣基督有的，是上帝所赏赐。啊，保罗伫这个所在咧甲你讲，有一个目标，伊迄个目标啊，是要得到迄个义啊，要得到迄个义，要得到上帝欢喜，要得到上帝保乐。啊，伊较早用一个。是遵守律法，后来伊才发现讲啊，这唔对。那甲目标这个比起来，这才是粪扫。第二个是信仰所依靠。啊，所以伊要果是坚固迄个目标来来前进，伊要去追求这个义。不过伊用的方法，起码是用耶稣基督。所以到第十章、第十一章，保罗在讲伊所用的，伊既然用了新的方法，啊那安尼伊安怎做？第十章、第十一章，甲恁讲用几个方法。我敢若较无真捌伊个，体验伊个话个能力，甲伊做伙上课，也经历伊个死，毋茫我家己也会当对死个话。啊，即两章咧甲恁讲几项代志。第一项代志，保罗咧讲，伊认为即摆上解有价值个个物件是认捌耶稣基督，伊个家世，伊个努力。到最后，伊犹太人中间其实一定已经得到社会地位，所以会当带一群人
对伊来讲上重要是啥物？是认捌耶稣基督。啊，伫认捌耶稣基督的中间，伊特别提出来迄个教法，伊要体验耶稣国活的活法。啊，伊用来要体验耶稣国活的活法的活法，伊特别讲两项，第一是分担伊的苦难，一个是经历伊的死。你要经历着国活，你也是。咱要经历着成功，咱也先经历着咱的打拼的辛苦。咱较早读册，咱当来美国打拼，咱伫经营公司，咱伫吃头路，咱要达到成功的进程，咱也爱经历迄个辛苦。啊，保罗是讲，要国外以前，要经历着国外以前，爱来先困难苦难，经历着迄个事，所以最后伊只能家己嘛当。对死国话，最后人工这个上紧要。伊一世人打拼，伊的家世真好，伊真认真，伊嘛已经得到真济，伊想要得到社会地位、名声、权力、家业，肯定有。总是当伊拄到耶稣基督时阵，伊感觉过遐其实无甲他人遮简单，是讲即马真个较无简单。所以咱讲水是五个所在的头。那五官的所在在背，啊，咱爱常常想讲，咱到底背了的目标嘛，就讲了。啊，这亲像咱咧开车，开车咱有一个目标啦，咱知咱要去倒位。然后咱开车时阵，咱头、咱目睭爱看路，啊，咱手是看迄方向，啊，咱爱随时调整咱的方向，根据咱目睭所看到，啊，来调整咱的方向，让咱的车会当行伫正路顶面，让咱会当安全到底去。咱的人生嘛是安尼，咱的目标伫倒位，啊，咱来随时去检讨，咱的方法对啊不对，咱的步数对啊不对，咱的姿势多看，安尼话感情才会当达到个目标。保罗啊，当官的，当一个真大官，伊会当真做咱的参考。所以咱家己姊妹伫咱人生的中间，那么爱常常来想看，咱的人生目标伫倒位，迄个感情才是啥？要达到迄个目标，难免难做。愿上帝稳定，祝福咱正确滴，咱当心来祈祷。主感谢你，因带阮行过人生一切路障，嘛感谢你，予阮的人生有目标，嘛感谢你，赏赐阮聪明智慧、毅力佮打拼，予阮会当达到阮人生所设的目标。主祂求你的稳定继续帮助我兄弟姊妹，让我们能随时来检讨这个目标，敢是真正你为我设定的目标。我为了这个目标，我所使用的方法敢真正是正确。主感谢你用保罗先生伊的经验来真多我的参考，来真多我学习的对象。求主你继续引导我、帮助我，让我人生。但不相关的所在，最后就得到你的欢喜。但我就无最后所幸，阿门。